哇，真的危险危险，一大片的土石落下来了。民众惊呼好危险，因为对面山头出现大面积坍塌，游客全部跑掉咯，不晓得 有没有人被埋哦。大量土石滑落，崩塌瞬间也因落石而扬起阵阵烟尘，场面触目惊心。各位游客，我们现在下山，我们现在下面有山崩，我们怕待会会二次山崩的话，怕你们会出不去了，我们现在紧急松援。山崩意外发生在12号中午接近1点，屏东县狮子乡的卡尤峰瀑布，有民众发现停车场上方约500至600公尺处的山壁突然整片滑落。第一波下来的时候还是一小块的石头，然后第二次又来一次，然后没几秒那个整个山体就整个崩落下来。没有看到，可是有听到声音，有2个小时哦。卡尤峰瀑布的旧名是大门坑阿尤峰瀑布，瀑布高约40公尺。从早年的秘境到乡公所近年规划的步道，已经是知名的瀑布景点。意外发生后，已经全面封闭，把游客先请他们请出来，请他们进入下山，然后我们也请围请这个消防队，请警察局帮我们做交通管制。紧急疏散游客，也宣导安全起见，暂时不要再进入。再看一次山崩瞬间，幸好没有伤及游客，只是一场虚惊。镜新闻演艺圈谢嘉玲、魏玲燕采访报道。